稳定工业生产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的要求，全力杜绝随意关停产业链重点企业和涉及民生保供的重点企业，坚决避免疫情防控的简单化、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问题，努力确保啊工业园区有序运转，企业呢能够正常的生产经营，持续抓好呢物流的保通保畅，着力做好呢能源原材料安全保供啊。刚才京东同志也已经讲了相关的情况，确保呢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。